家喜欢那个吗？这是我昨天播完之后拍的，我拍超久了，不要来。Caramel marshmallow， 一起过完美。これ全部可愛い。でも私の好きなのキャラメル。我今天有这个，迷你蛋糕。真的是迷你的那种，蜡烛在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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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嗨嗨嗨嗨大家，那么累了，我却跳了90分钟。大家喜欢这一套还是昨天那一套？今天早上那一套是这一套？为什么我选这套？切蜡烛。念说他生日要压线发，不是过线吗？过线发。他身上红是哪家？有啊，好像有一点。我没那么容易爱过一个过线发。你们比较喜欢哪套？我都喜欢呢，不喜欢怎么会买呢？要做什么？失去谁的人？哇、哦！谢谢天灵的海洋之心。嗨嗨，那边传染真口红，我好像矫正之后才比较有，就是比较多沾口红的情况出现。谢谢虫的海洋之心。才刚说好一点，马上就破功。不是我，谢谢光泰的海洋之心，谢谢阿轩的海洋之心，好，会配温开水，爱配温开水，爱配温，好搞笑。开支比较硬，所以选择这个。你们最好是这样子，我觉得你们选的动机都没有这么单纯。生日快乐，谢谢。这种感觉比较好一点，还是一直咳啊。噔噔噔噔，谢谢北原的要你好看，生日蛋糕，耶、yeah。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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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强势回归。有啊，有蜂蜜水，爱配温开水。哎呀，来了！蜂蜜水，其实还有奶茶，还有那个两杯，不是两包特浓奶茶。两包特浓奶茶，谢谢北原的挚友包包，谢谢博君的告白气球。哎呀，谢谢志玲哥的守护选品，谢谢谢谢卡尼的一封信，谢谢冰雪雪的守护选品，谢谢光彩的挚友包包喽，谢谢志玲哥的守护许愿瓶，谢谢莫汉的月赛应援，我在写盈利可对，有可能真快，谢谢。谢谢老豆芽的守护选品，谢谢看你的生日蜡烛。谁家小姐就变个浓？我知道啊。我还等待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好看？因为今天是小公主啦，小公主。现在的即溶粉可以用冷水泡，真的很赞。对啊，我的 reels 是下播拍的，生日快乐啊！先说随时可能睡着，睡什么？陪我一起直播啊！疫情都没去缓，没变缓的趋势，大家都要保重。对啊，逆时光的浪，永远没的缘分。对，这个月都是小公主，小公主。每当我逆着时光搜寻你的脸庞，我已是人海的浪，穿越不了颜色。今天继续嗨，好，继续嗨，嗨起来，小公子。别忘了，每个月都是溺爱丽丽月。面面，嗨，面面，等下面面，你不是在直播吗 ？Hello， 你不是在直播？谢谢面面的生日蜡烛，你不是在直播吗？你不是在直播吗？你为什么可以出现呢？大干官，哦，今天再抽一次会再加一岁吗？先不要，哎，原来生日大快乐，面面，你要学我一样当一个过线仔吗？过线仔。因为我真的是百万分的抱歉，当一个压线仔当不成，当一个过线仔。人家很会压线，他说他要压线，那就要麻烦面面示范一下如何当一个压线仔，不当一个过线仔。不行，会好好压到的。好 ，OK。你现在都是双线仔，谢谢，谢谢。对啊，压线压到02秒，真的是，它可以59分59秒。阿欧酱，ありがとう。致敬那两秒，哦，可以啊，还是面面，你要学习我那个致敬一下那两秒。等着，我还等着。我跟你说，压线那个压那两秒比压线还难，你不小心变20秒。你压到就是压线难，没压到就是致敬。还要1秒，赢你1秒，他一世英名，笑死。
我不想应该是会致敬李佳怡的。我还等着，这叫回礼。OK， 我接受，毕竟是我先的嘛。我们等等来，谢谢北原的监听耳麦。我们等等来吹蜡烛，播一个小时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11点吗？好，那我们11点吹蜡烛好了。谢谢花生的生日蜡烛。先开车回家，我刚想是先关车回家。谢谢思琪的告白，真情告白。好哦，小安拜拜，回家小心哦。回家小心，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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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哦。我很怕今天，我原本很怕面面今天会播很晚嘞，半夜吹蜡烛都是。生日快乐，谢谢。这一种停在那，时间已解放。你说分手吗？由我来好吗？换人是我快把眼泪擦。沉默最可怕，是你不想正面的回答。我不会用麻烦，我要准时，他们笑死。我们已经要播了跨页。了你不爱他，假装不好，对对对，不然我等下又要关起来爆咳，而且喉咙不行了。也是，我看到你在播，我还很惊讶，你居然没有放弃。谢谢抓坑的熊抱啾啾。谢谢抓坑。要吃什么口味蛋糕？没有哎，千层蛋糕吗？它不像你一直咳，我是狂咳。硬核偶像的确诊直播，真的超级铁板烧。为什么超级铁板烧？高级。现在这个什么口味？应该是提拉米苏吧，提拉米苏口味的。今天晚上我也撤退吧，假说拜拜，早点休息呀。今年没有定做，我们说好只浮夸去年而已啊。能快乐的话，寂寞我会想办法。我去年浮夸，今年没关系。我今年就是要当一个低调的人。不定做也可以买到很喜欢。哦，对，是没错。你穿的跟公司发的？对呀、啊，我特别选今天穿这个的。铁板烧跟蛋糕，你会选哪个？当然是铁板烧啊！每一年都可以浮夸，有你们各位，我的生日就很浮夸啦。最爱的脸颊，白饭跟铁板烧呢？白饭，铁板烧蛋糕，烧肉蛋糕是不是？像今年直播是被迫不浮夸，不然也很痛。没有没有，今年就是走一个低调。谢谢保罗的生日蜡烛。能快乐的话，白饭跟米糕，白饭。浮夸的粉丝成就了你的浮夸吗？是我的浮夸的粉丝们完成了我的心愿。铁板烧炒白饭，好被热成白饭，什么啦？嗨嗨，哎，五婆牛肝饭好想吃哦，今天好漂亮，谢谢。谢谢卤肉饭的生日蜡烛。今天怎么不是薄肉饭？你不是平常都用薄肉饭吗？
还是你要改立肉饭？一日立立推，是不是还要打算摆一桌请朋友来？没有，这次低调过了，低调过，低调过。我马上改立肉饭。虽然太多碳水了，吃饱啊！我妈今天买了一大包的饭，里面都有披萨，辛苦你了。我不停地走，回忆跳动，爱上。绿豆饭好可爱哦，不停的流，谢谢夜兔的生日蜡烛，加完烤鱼再吃烤肉，饭里的栗子我就不行，讲栗子太好像是腹跳墙，没睡饱，有一点，今天早起来选图修图，今天高永就上去，稍微有好一点了啦。今天再一间烤肉，好好哦，我也想吃烤肉。通常节日才吃平东西，不会啊。我觉得栗子在哪里都很好吃耶，我站在你旁边也挺好吃的。你喜欢在哪里的时候的栗子？蔡面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约出去？蔡面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功约出去？我旁边的谢谢在哪里放开？谢谢栗子之火锅，以为好吃，你们怎么会有吃过？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跟蔡雅恩。最近约了大概三次吗？从去年开始，我们去年要约柯南咖啡厅的时候，然后疫情就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原本好像两天后要去嘛，所以我们取消了。第二次跟蔡安约的时候，好像是要去过他的生日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然后呢，李蔡姐确诊。谢谢黑流星的告白气球。然后呢，这周我生日，本来我们也要约，结果呢，我又确诊了。谢谢，谢谢，谢谢，死亡之约，谢谢。然后面面也确诊了，谢谢中影的海洋之心。然后呢，我就问。那等我们出关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约了吧？真的 thank you。然后蔡面说：“因为这次都没有照片可以发。”我就说：“哦，对啊，因为啊，我们都约不出去啊，我们都被阻拦。还是其实。”魔咒是我，因为我约了波波去日本，然后结果我们就大家都出不去了这样子。约完店家会倒，都不能提早约。不出意外就出意外，这约出去但店倒，谢谢。都没事，那家店要出事。你这也是放手全世界。最后，那些曾计划终点的梦，该喊停就别挽留。他是有人让他反过来约你，笑死！注意看，这个女人太狠了。这个女人叫小丽，没有叫翠花。他不会有小丽的选项，他只有翠花小美。对，我的魔咒有点多。
还有运气很差的魔咒。我不要大漂亮，大漂亮每次都挂掉。小美，大漂亮跟翠花每次都挂掉。哎，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运气很差的人。大漂亮，我不要叫大众，我叫大众干嘛？大聪明，我叫小聪明就好了，我不要叫大聪明，大聪明感觉很大只。我的 IG 一直在跳通知，来看看。我在看大家标注我。对啊，我的 IG 上面又是满满的祝福。大家都想当演员。琵琶膏已经没有，我只有那一条琵琶膏而已。OK， 符合你的天花板。不要当压线仔，你各位不要当压线仔。是个。谢谢卡尼的海洋之心，谢谢。签明信片吗？甚至能签吗？大家有没有要给我一点明信片的 idea？ 在想着让压线仔还是冲击压线仔？你昨天讲完生日会直接炒十张，哇！现在几张？现在几张？谁昨天被我劝败完之后就买了，只要你的面能当，对对对，歌词超好超满，看手相，现在46。我说那个红骨体，剩下46吗？剩下46。是吗？剩46，耶！23对新人，46啊！是那个，我想探那个探查一下敌情，不能只卖46，搞不好有可能啊。B 场卖了多少？我想探查一下敌情，其实又没有在比赛。OK， 谢谢大家帮我探查敌情。其实我们也没有在比赛，大家婚纱一定要来的哦。敌情探查敌情，偷偷看。哇，哎，是不是到明天而已啊？我也记无力念念，你我他就被走。敌情，情敌，明天6点。哎，大家，那可不可以看能不能再，就是再卖个4张这样？起码再卖个4张这样啊！如果能再更多当然好。就感觉可以凑一下这样。为什么4张？现在不是4张？那现在是多少？还是
哦，四十六，哦，四十六的，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六张。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对，六张，我想说凑个整数这样。但如果能卖更多，当然更好。我只想说，好像可以，就是起码是那个整数。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可是有人没付钱，整数枪，凑个整数。凑个人数，谁要帮助我到零？天啊，李丽丽，希望可以有多一点人来参加，多一点人来参加，参加，参加，参加。那说好，不用整数啊，不用整数，我只是想要过那个门槛嘞，我只想过那个门槛，过了那个门槛就都没关系，过了门槛就好了。也不是强迫症啊，就是对我就想过那个门槛，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门槛吧？我想过那个门槛，懂吗？那个你知道那个门槛就多了上去哦，变得不一样了，对，就它是哇，对，没有啊，就是你知道我很想要。很想要，对，好啦，对啦，我想要看能不能过一百，可恶，没有门槛，就是我自己设的门槛。对，我想要多一个位数，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可以吧？我知道大家都是压线仔，我再催票一下。对，就是你知道，就是二位数变三位数，就是这，因为我们去年生日会也没有这么多人。我们去年生日会有没有这么多人？但就难得场地比较大，就想要多一点这样子。之前还没付钱呢。为什么？一百是稳稳的吗？八戒奔波，寂寞不同，躺在天窗。我敢打赌，一定会有，一定有人会买，但还没买。好，没事，我可以跟你保证很稳。真的吗？很多附属表示哦，稳到不行的那种。哦，包子你要全包了是不是？所以很稳，一百稳的啦。蜘蛛仔都最后发挥是这样吗？压线仔不少，这我可以认同，因为我自己也是压线仔。可以期待见送书过一番吗？只要大家有来，我就很开心了啦。噔噔，来喝个奶茶。Tim， 你没有来吗？听你没有要来哦，那我负责人哦。吓死了，我以为听，我想说听你什么时候不爱我了？你什么时候要等推广了？我太难过了。我只帮别人说哦，好好。吓死我，我以为听不爱我了，害我瞬间难过。我想说，我要帮你写一段故事。这个男人为了他的偶像吃了这么多碗白饭，他现在要离他而去了吗？买几个位置看看吧。压线仔不能当，对，不能当压线仔。白饭哥。你们不要都等推广嘛，大家喜欢我们就可以来我们的场看一下我们啊。白饭都吃了都走不了。对啊，谢谢薪水小偷的自由包包，嗨嗨嘻嘻，不不了，对，我在喝奶茶。
我这两天都在想穿西装出门，但不会被问要去哪，要怎么穿西装出门，但不会被问要去哪，这很难欸。那你可以带出门来换呢。喜欢可以去看你们，那爱的话怎么办？多来看几次。生日快乐，谢谢西西。先晚安了，好嘞，西西晚安，姑奶奶哟，可以多来看我啊，西西。谢谢龙魂的生日蜡烛，确实，确实。影分身多买几套西装。栗子婚纱什么颜色？白纱，当然是白纱。我的生日会会加开场次吗？什么生日会？为什么会加开场次？出门面试，确实。
是只嫌一个人，难怪现在很健康。哦，你这看到对，看直播对，你没练健康，对，有益身体健康。目前莉莉身体状态哦，没有，我是直播的人，对，你们是看直播的人，他只英国研究只保证那个看直播的人的健康。莎莎被污染，他又没有每天报，会在这里就是他没有每天报哦。减缓忧郁的心理疾病症状，嗯，这也蛮实际的，身体会很能 Q。你是说莎莎吗？嘿，我把我对着，紧紧把你也对着。今世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唱。谢谢人好的挚友包包。你又说我中了，你爱过，好痛。来世是我答应你的，不送对的，我把我对的，紧紧把你也对的。太狠了这个人，仔细看这个人太狠了。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空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同意，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你是个女人，我对不起啊，我帮你调整一下，我帮你补一下鱼刺。鱼刺杀生好累。莎莎说他痛，莎莎呼呼，莎莎呼呼。鲨鱼如果被扎地扎地就被绑架，你没有被绑架对不对？你在守城宫的守城，前辈小枕头的经验，对啊，小枕头可是被我就是玩了21年，然后还被对峙。你如果害怕就不要眨眼，眨眼眨眼眨眼，他眨眼，杀生好了。他看来就在惊恐面呆呆，你们不要帮他们下，不要帮他下注解，谢谢。对折了心，尾巴都瘦了，没有，它本来就很瘦。哦，眉毛可以被你这样动眼睛，是不是已经在怀疑家生？你没有怀疑的吧，莎莎？但是孤单太久都会那个自言自语是这样的，莎莎版露门。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是还不会放弃挣扎，他没有放弃挣扎。我妹妹，我现在被抓贼。莎莎，我对你很好，对不对？莎莎，我没有欺负你，对不对？快点，宝贝，对对，我只有被抱的痕迹而已。啊啊！莎莎不想挣扎，什么意思？一直被关在关太久了。对你很好，对不对？叫威尔森，为什么叫威尔森？
当时的我害怕极了，害怕极了，吉娃娃，害怕极了。我没有拿餐刀抵着他，你知道把他的鱼刺割下来是不是？开始用这种在说话技能。谢谢虫的真情告白。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我已经放弃玩谐音梗了，我跟王一家太久了。迷宫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是红的那句也许当时我简直害怕极了。但是他眼角不是泪水，是线头。对的，他没有哭。吉娃娃系列，吉娃娃。大家有穿衣服？谁有穿衣服？怎么这首？哦，没有，就是推荐这样播播播播下来，超小一件。哦，吉娃娃，吉娃娃有穿衣服。这几天都抱着他睡觉吗？没有，我当然是抱着小枕头睡觉。我怎么可以背叛小枕头？你说是不是？我当然是抱着小枕头睡觉。不要给我陷阱题，我的真爱只有小枕头，小枕头，小枕头，小枕头唯一。为什么要强迫小枕头？可以，他已经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了。要小枕头洗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洗。小枕头也被外送进来了，我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拿着它呢？刚刚被白折了，你说这个可以请，完全可以请小枕头来代替吗？离家里小枕头一声单推的，一声整推，小枕头就是真爱。外送分隔线没有哎、欸。你抱着我想别的女人，对，我想的是小枕头。欸，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觉得小枕头的性别应该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现在也抱着一只，你说抱着一只什么傻傻吗？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觉得小枕头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小枕头应该是男生，因为你们要听为什么？因为小枕头上面的熊熊是男生，但他没有蝴蝶结，没有什么，然后他玩。就是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呢，他要拿纸飞机还有什么之类，所以我想说他应该是男生。你还要走心？傻傻，傻傻是不是这样？傻傻。没有，你们要听我的推理呀、啊，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图案就是没有什么蝴蝶结，没有很可爱，所以感觉应该是一个小男生。女枕头给他，没有，小枕头永远都是我的。莉莉亚，嗨嗨。双手。对呀、啊，傻傻。弟弟的傻傻。一个念头。傻傻傻傻会给药吗？给药，傻
傻傻的哟。谢谢。不要个雀子，不要玩雀子。傻傻傻的哟，傻死的，傻西米，傻拉黑哟，傻拉黑哟。你要推理小姐说名侦探柯莉，还有什么沙琪玛，沙琪玛现在写一个蜘蛛快要停了。你是不是不要再行沙西沙拉黑沙威龙，沙拉黑哟。嗨，强势回归，沙悟净，呀，还过头，还好还好还好，这叫我们谐音梗不要讲太多，讲太多呛到自己，除外，还害自己这个，傻死个，傻傻给我。你们有听过公司的姐姐们，那已经是前几届的姐姐们，他们每个人有一只傻傻，然后每只傻傻有不一样的名字，有沙西米，有沙西米有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很多名字。下一句会解散了，姐姐们毕业了就把傻傻带走了。养的傻傻好像剩一只还两只而已吧，对，前几届的姐姐重杀开会图，对啊，谁是谁，他们有在上面做记号，他们有在那个标签上面做记号。背叛和另一个地方，其实很我想看一下那个，好像很多了很多人标注我，我来看一下。又解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有票票 ？Hello， 为什么会有票票？我来看看这个是沙鲁，请问为什么会出现票票 ？Hello，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票票？票票不是说好只活在过去吗？你怎么把它带到未来了？嘿，这个票票是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那个票票还给我挑眉。嗨，看起来有个蠢的。我都要笑死。好沙鲁，有人说你渣，好沙鲁。我那肯定是在说你，说我什么？说我渣吗？你们才渣啦！说我渣，我哪里渣？我哪里渣？
人给我睡觉，这人给我睡觉怎样？对啊，这个我可以加。说说你神推了几个人？娜娜前辈，买下来是梦游，是不是？过分，过分，过分。我们让你加，哎、欸，什么意思？你们看到你们的推表，你给我列出来。对，我是爱的比较多，我没有渣。哎、欸，你看我爱的这么多，但大家都知道互相的存在，对，所以我没有渣。对，大家都知道互相的存在。你别逼我啊！什么？我问爱的叫什么？不行不行，你们只能专一。爱我一个，这句话已经有到什么意思？三弟想得这件事情是什么？哦哦，只有我一个是不是？突然抓就可以，那我也完全敷衍比较好。哎，哪有我？对，我只是让。大家互相都知道这样子，爱着觉得可是爱上了这个，什么意思？没关系，我女会有很多爸爸。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很多爸爸？海后是你啊？我推表，推表上去的例子还很前面，是不是？公演等你回来，嗯，不是等我回来一起表演吗？我会参加公演哦。完全没把的，阿柔给我没有，我哥可是我要借一下阿柔，就一个团一个老公，天哪！希望我的体力不要掉太多。下一个小时可以借，借什么？四海回本，年轻人加油！对，如果大家看到我的眼神很痛苦的话，不要怀疑，那就是真的很痛苦，没有啦，开玩笑。如果我表情看起来很痛苦的话，那可能就是对看起来很痛苦。对，我会加油的，谢谢大家。谢谢亚楠的生日蜡烛，谢谢。李佳丽该休息，李佳丽下去。上台太厉害，嗯，厉害，嗯，换替补，我还舞台中央，舞台中央怎样了？我在那个7P 是出了名，就是喜欢硬撑的人。提起你名字，心还跳动。我是出了名爱硬撑的人。姐姐说：“嘉丽要不要下去？嘉丽要不要去？”不要，我就是不要下去。公司招待厅的位置。大家。大家好，我是李佳丽，大家跟我喊哭噜哭噜哭哭噜哭哭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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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几场不能硬撑了，不会啦，没事的，麦克风给双面子，哭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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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哦，不要再玩我自己了。只有失去的温柔才温柔。姐姐是不是该展现偷恋的成果？对啊，姐姐们可以上场了。
都这么厉害，机会会可怕，然后再磕了一阵，磕力磕力，磕了磕了磕力磕力，真的不能玩哎。也许当时我是年纪真的太小，从那懵懵在皮，真的是在皮。拉拉姐姐在 C， 你妈拉拉姐姐在哪一首 C？ 在可还爱玩。哎，不然你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双辫子姐姐，你们想看她在哪一首 C？杨雄，你有没有在人尊重的女友？双面子姐姐是女装，为什么？T V 真的是充满爱是硬撑的人，为什么？一直皮撑，一直皮撑，真的。拉拉姐姐感觉很适合新段的沙发，为什么？他感觉就能撑起粉红。想看啊、哦，还有哪个姐姐？我想看米七姐姐跳制服的抵抗。金香菇，金香菇应该去跳，金香菇应该去跳奇迹耶。眼镜姐，眼镜姐要跳什么？眼镜姐，眼镜姐感觉适合，感觉沙发跟沙发跟亲吻都可以啊，接吻。拉拉会不会不跳公园曲，私心跳他爱的，他爱的他，那他一定是爱我们。那种金香的故事奇迹，感觉他很适合去那个、啊。那个姐姐比较凶的梦之终于好像都还好，姐们人都很好。左心生写姐姐梦之终，秘鲁跳逆转王子，不要不要，我无法想象。双面子姐姐可以，小小子姐姐也可以，小小子姐姐。杨雄，你不要给我那个危险发言哦。大姐，为什么是大姐？跳王子。很危险，没有杨雄，你就是你本人就很危险，对你的人就很危险。要不要先安排午后的星星位？其他的玩家说，还是九代你就来给我跳午后星星位，请要叫别人跳，不如你自己先来跳一下，反正你应该也蛮适合的吧。呜哇呜吼吼！老家我还得老嗨，跳潘家富又来丢铅球，来，请底下的粉丝们要跟我们配合，我们今天丢的是铅球。不好意思哦，那个，九蛋也不会有那个可以进后台的机会，他只会有从要表演的时候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机会而已。谢谢老婆。从此以后，我会帮你跟转告跟三期的那个妹妹们说，有一个叫九蛋的人很可怕，请你们务必要小心，对，小心自身安全。你们的生物跑出来超坏。九蛋跳，我可以拿东西丢他吗？那是你们私人恩怨，不干我的事。
突然做出准备。例如跳的不是波比杯吗？没有，例如的话，那个要你们应该是准备那个玻璃杯，然后他不是他什么，他 catchphrase 不是什么，好好喝哦。好好喝哦。我不怕，带我。我的啤酒在哪里啊？没事没事，大家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我就是倒到一半不小心按到后面的那个。所以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流传一本二阶名册？我们会互相提醒，没有啦，开玩笑的，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好不好？二阶名册，哪有这种东西？带我走，永远的遗憾。他很烫，等一下，拿到喝。那进场可穿球场卖啤酒的装备吗？我不怕，喂，是命理医生吗？带我走。谢谢子龙的新朋友包包。二阶名册第一，哦，没有，第一页不是写，第一页是写那个台北金城武九颗蛋那个，不是八颗蛋哦，是九颗蛋哦，不是炸弹哦。不是八颗蛋哦，是九颗蛋哦。毕竟那个名册第一个就是对，你知道，毕竟就是关注我们家妹妹从甄选实习开始，那个救救台北萝莉的那个。
还不修生日文，白眼。你的图怎么那么难修？哎，没心啦，就说了没心啊，哎，早该去，早该知道，早该了解，早该清楚的，哎。终于找到借口，跟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远离的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原本说确诊的一个好处就是低音都唱下去啊，但高音都卡住上不去。失恋，孤独万岁，十六岁，谁抱着一张心外有人陪？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爱不算太黑。耶耶，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哦，那个大家那个浪 K 歌的礼物啊，那个不是金拍谁啊，可能会再延迟一点点啊，因为呢本人确诊，本人确诊，那个该做的事情直接都不能做了。所以那个啊，那个莎莎跟莉莉在这里呢，すみません，因为我们确诊了，对不起，非常这只狗没拿塞，因为我们确诊，哎，因为我哦，莎莎没有确诊，对，因为我确诊，对，莎莎跟我一起抱歉，因为我确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停下来。啊，那个，请那个，请大家那个，那个旁边，请告诉身旁的朋友，跟他们说，礼物必须再等等，真是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李丽丽确诊。他就是跟我逼死，真的，请大家，请好朋友告诉好朋友，真的是不好意思。喝个水，然后喝个水，然后请好朋友告诉好朋友，对不起，因为我确诊，所以全部都被我后拖了，对不起，莎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还是干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大家再等我一下，我马上好，我就赶快还债，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对不起。哦，麻烦帮我打个码。不好意思，因为那个 COVID 那天确诊，所以大家的礼物需要再等等。谢谢大家，谢谢七月的吻手礼。哦，播了超过一下，对不起，对不起。啊，那个。啊，礼物的部分帮我跟那个得奖大家说一下，对不起，对不起，请把这个直播档传给他们看，大概一小时十二分左右的这样子，对对对，麻烦大家，谢谢谢谢，请大家告诉大家，谢谢，不好意思，因为李丽丽确诊，所以就是耽误了浪 K 歌的流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大家告诉大家，好朋友告诉好朋友，楼上跟楼下讲啊，那个左邻右舍讲一下，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要来吹蜡烛了，吹蛋糕。嘿，买些衣服，嘿嘿，边咳边道歉。手机声音发，赶快充电呢。也是个坏人。
那我先插好，点好。老定酒老卡。哟，好，有点可怕，那我们就先不要拿起来。好，那我们来放一下我们。这蜡烛有点可怕，我朋友好像吹吹。谢谢吹前二大兔的完美教练。哦，哎，他在冒黑烟，好可怕哦！我赶快。Namida surprise. Namida surprise. 来，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但这蜡烛有点危险，我就不一直拿着了。这样子，这样子，好，来。好，这蜡烛有点危险。好。仪式感真重要，对。那对蜡烛有点猛，所以有点可怕，我就不把它拿着了。啊，我就大家我不把那个，我不把蛋糕拿起来，因为它火有点大，蜡烛有点危险。好，那我们开始进行，然后我们唱一次这个，然后唱一次那个。唱一次这个副歌，唱一次我的生日那个黑黑白生日快乐歌就可以了。Sorry, 爱只能你那一首你。Three, two, one, go! Happy, happy birthday! Cake no kan jori.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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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人家一些狗但是你慢慢的带着我等着等待着那么你要不要来的路你都好好你那你打算不来一次谢谢大家的生日快乐，我们来唱黑黑帮祝你生日快乐歌咯。五六七祝你生日快乐，嘿、hey, 祝你生日快乐，嘿、hey, 嘿、hey, 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莉莉21岁生日快乐，这样对吗？21岁生日快乐耶、yeah! 我这有点臭，我要赶快把它吹熄了耶、yeah! 祝我自己生日快乐，来许愿。好，第一个愿望，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然后一切赶快恢复正常，然后希望可以赶快飞出国，然后再可以赶快见到这个烟一直熏到我，可以赶快见到娜娜前辈，跟娜娜前辈一起工作，耶！这是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在工作上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越来越棒，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我，知道我，成为我的糖糖。第三个愿望许心理，要吹咯，一二三，谢谢天灵的海洋之心，谢谢、哦，谢谢一凡君的海洋之心。啊，他一直弄到我的鼻子。谢谢马铃薯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钟颖的海洋之心，谢谢博君的海洋之心，谢谢卡尼的海洋之心，谢谢卡尼的海洋之心，谢谢包子的海洋之心。谢谢，
谢谢冰特选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益生菌的香槟，谢谢，谢谢 Ting 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小虫的海洋之心，谢谢光太的海洋之心，谢谢博君的海洋之心，我们得到。谢谢 Dragon 的一起散步，我看这边我们得到。谢谢包子的梦幻泡泡，耶！谢谢大家的生日快乐，已入坑。欢迎欢迎欢迎入坑莉莉，谢谢北原的海洋之心，谢谢，耶、yeah ！顺顺利利，利利利利。刚刚那个太臭了。谢谢天灵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然后我们来吃蛋糕了。会掉入深坑的，欢迎欢迎入坑莉莉，入坑莉莉永远不亏哦。要吃蛋糕咯，还有那个耶，那个膜。Happy Happy Birthday。哦，那我有预感，我吃完就要渴了。哦，潜力小时榜第三名哎，做广告，做什么广告？涙さふらいて。我们先该渴的先渴一渴哈，渴完再来吃。我们先该渴的渴一渴，渴完再来吃。好，然后仪式感还是要的，对，吃完再来渴。我们吃之前渴，吃完再来渴。啊？哪有人那么悲哀啊？进去没有没有，是我开的。它上面还有那个，还有泡芙。好吃吗？就是蛮正常的小蛋糕。可确定？那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丧失味觉。广告，所以就忘记，哭哭。没关系啊，明天还有机会。谢谢鸡的心意，不然你现在做也可以啊。哎，对，我差一版还没刷到，我差一版还没刷到，跟好像是最后一版，还有迪卡的一直刷不到。
我在一款广告跟一款的完全看不到。我还今天走，我真的都刷不到，我很认真在刷，但我就是刷不到。低卡的刷不到，你们刷得到低卡的吗？我刷不到低卡的。低卡的很难刷哎、欸。我把那些版全部都追踪了，但是还刷就是还是没有看到。对啊，低卡刷不到对不对？我很认真刷低卡。D 卡是广告到什么时候？跟那个 IG 是广告到什么时候？看过一版，好厉害哦！我没有看过哎。在哪刷到？美妆馆看到一块也会，对啊，一直刷不到，暂时很久远。好，我准备好了，暂时很久远。女孩版刷到，当时在打节日。谢谢幻影战士的暂时很久远，谢谢。哦，谢谢，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钻石很久远。刚刚那懂化妆，所以大家也都在刷，有人真的刷到吗？除了包子。我发现地板上有个硬硬的东西，我把它弄起来，这是什么？看不出来，手机要没电，充电啊！有人有刷到吗？想认识姐妹吧？什么意思？想认识什么姐妹？谢谢虫的救救你哦！耶！Yeah.耶、yeah, ！谢谢虫。对啊，在飞粉丝那里，人快没电了，起来嗨呀、啊！不可以现在就想睡吧？有这么健康的吗？不要执着我们佛系，然后但你们下了广告，我就很想要，我就很想要刷到啊！都没有刷到，很难过哎、欸。那个 D 卡的广告到什么时候？跟那个 IG 的广告到什么时候？三十一万元是？你还有一天，到明天吗？两个都到明天吗？好像加规应该会被打了，什么意思 ？D 卡到九号 ，IG 到明天 ，D 卡到九号，我一定要试试看。迪卡的说：“不要执着。”迪卡的什么？迪卡的说 ：“IG 到七号，所以他人很哦，睡哦。”那有你，IG 可以选投放粉丝类型比较好刷哦，原来如此。
期待。因为有什么广告就投放实际投放问题哦。一个半了耶，我们也吹了蜡烛，吃了蛋糕，感觉也差不多了。谢谢一生卷的告白气球，大家差不多可以打内容了。感觉今天也差不多啦，要增加一岁了。没有没有，我们只过了一岁，我们没有昨天过一岁，今天再过一岁这种道理。谢谢伯君的猪猪你哦，谢谢。谢谢婆婆的海洋之星，大家海洋之星一年只能送一次哦。要把握机会哦，笑死！谢谢泡泡的啾啾你哦，谢谢念然的生日蜡烛，谢谢 CKU 的海洋之心，继续上班新歌舞了，来冰唱起来，大声说爱你。谢谢，看，谢谢幻影战士的海洋之心，他在咳嗽，滴滴滴，不要再咳了。谢谢彤彤的海洋之心，这不会咳到睡不着吧？希望不要。21岁，谢谢我带你吃的啦，可是平时多，因为我刚吃了，天哪，谢谢彤彤的海洋之心，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不要再咳了，弟弟，谢谢，谢谢屁桃的幸运四叶草，要睡觉了，好，念然晚安。拜拜，赶快去睡觉，辛苦了。喝水，好喝水。仪式感换狂歌，真的。谢谢马铃薯的海洋之心，谢谢马铃薯。今天有点好看，还有点好看。现在还有其他人在播吗？应该没有了吧。谢谢泡泡的啾啾你哦。谢谢 Tin 的海洋之心，谢谢。上我了，所以大家都来了吗？大家都来了吗？人数有新高吗？看一下，看一下。203，昨天比较多。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好啦，那我差不多要来念榜了，大家。差不多要来念榜了。谢谢乌麦的守护女神，谢谢。谢谢天灵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谢谢包子的滋补的守护灵，谢谢，万箭雪棒，谢谢听的钟情玫瑰，谢谢包子的滋补的守护灵。好啦，来念榜了，大家。I love you。谢谢光太的海洋之心。谢谢，谢谢乌麦的吻手礼。老天爷说啊，要下去了，再吧，再呀，再吧。谢谢看你的啾啾你哦。
きっと言う文字が踊る顔や声を说了没机会送，大家以后都很把握送，什么意思？你说那个吗？海洋之星吗？那我要再来宣传一次，生日会只到明天，生日会的预购，谢谢益生菌的告白气球，谢谢。生日会的预购只到明天的6点哦，想要看我们穿婚纱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生日会。耶、yeah, ！大家一定都要来哦。对，各位不要当压线仔哦。你这次压线，你就会后悔哦，真的后悔哦，认真后悔哦，大家。好啦，我要来念榜了，念榜喽，念榜喽。落天上。好了，面包。第一名是幻影战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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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18+3，我怎么越加越多？就看起来好像……啊，生日礼物过两天有钱人啊！但是，那栗子狂我也不是不是栗子狂收了，狂我也希望，希望我可以对未来可以拥有一场自己的 solo 空。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谢谢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二名是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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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二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要鼻子好痒，等我一下。第三名是 Draken， 谢谢 Draken， 谢谢。啊，再来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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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 Draken， 早点休息，等你们都会在睡前生日快乐。谢谢谢谢 Draken， 谢谢第三名的 Draken。 对，我会就是好好养好自己的身体，公园的耶耶耶。谢谢第三名的 Draken， 谢谢。第四名是伯爵，谢谢伯爵。云林饭湖北场，我一定会去非常期待一次见面，一定要见面的吧。谢谢伯君，谢谢第四名的伯君。大家来看我们，那生日会来吗？会吧，突然开始施压，生日会应该会来吧，突然想到很重要，生日会一定要来哦，不来会后悔的，真的。谢谢第四名的伯君，谢谢谢谢伯君。第五名是天灵，谢谢天灵。弟子辛苦了，啦啦啦啦啦。好的，我会多多休息，多多喝水，多多睡觉，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谢谢第五名的天灵，谢谢天灵，谢谢第五名的天灵。第六名是光太，谢谢莉莉腿的光太，谢谢。差3天的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光太，谢谢谢谢第六名的光太，谢谢。第七名是虫，谢谢虫，谢谢谢谢虫。感谢今天开始的姐姐都陪着我们一起过一过。对呀、啊，我完全未来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咯，请大家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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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坑。谢谢第七名的虫，谢谢。第八名是康妮，谢谢康妮。看见很多人在太多人就变得。生日礼物，准备我的生日礼物，好期待哦！哇咕哇咕，
希望你可以让奶奶的话呢，これから応援、これからも応援しています、してます。Yeah. ありがとう。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Yeah. 谢谢第八名的 Kani， 谢谢 Kani。谢谢第九名是 Popo， 谢谢 Popo。二十一岁的第一天就是好像全球的人，你加油就这样吧。我加油，好沉重的加油。第一天就跟人说加油，如果就叫我第一天就不可以放松，就要全力以赴了。好啦，算了，我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嗯，应该是的吧。谢谢第九名的 Popo， 谢谢。第十名是缺钱饿到吐，谢谢缺钱饿到吐，谢谢。谢谢第十名的缺钱饿到吐，谢谢。第十一名是益生菌，谢谢益生菌。头天来不及写生日快乐，谢谢谢谢益生菌，那是那个吗？那个头，点那个头，万华大闹热的那个舞龙舞狮的头。生日贺图努力很久，没事，好，但我情绪是我迟交，不会，没关系。益生菌辛苦了，心意最重要，感受到了，谢谢益生菌的生日祝福，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益生菌，谢谢。第十二名是 Ting， 谢谢 Ting， 谢谢。再次跟你说生日快乐，喜欢看你，看你可不可以那个热蛋糕做的又爽，哎，复刻的那个什么复原度很高，哎，还原度不是复原度。还原度很高，给个赞，很厉害，谢谢谢谢 Tim， 那个复刻准找你没错，有够厉害，什么都可以复刻，照片可以复刻，食物也可以复刻，太厉害了，谢谢第十二名的 Tim， 谢谢谢谢 Tim， 第十三名是北渊，谢谢北渊。好，谢谢朋友，后来朋友说了，你看我还要回见的人，生日休息一天也合理的吧？今天的那个公车，丽丽公车也在休息，可对啊，咳的还是蛮严重，会好好休息，多喝水的。我也期待公允的生日会，谢谢第十三名的北渊，谢谢。第十四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直播间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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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谢谢第十四名的钟莹，谢谢钟莹，谢谢。第十五名是冰特轩，谢谢冰特轩。二十一不是大寿啦，立立健康糖糖心果糖，我骄傲，糖糖就是最棒的，糖就糖，立立就是仙女立立啦。谢谢谢谢第十五名的冰特轩，谢谢谢谢冰特轩。第十六名是包子。谢谢包子，早点休息啊，略没来生日快乐，是不是就获利改一下呗？你每次都要给我改。对啊，生日会也是一年只能买一次哦，大家不要再压线了，你压过了就没有了。其实我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看，不会不会，有做我就很开心了。大型抢婚现场消暑，被困在坑里出不去了。当然可以爬出来，但我觉得应该没办法。请在坑里躺好躺满，当然是去参加姐姐的婚礼比较重要哦。乖乖乖乖乖，再看大家分享的那个照片就好了。还有44张。还有44张哇！大家买起来哦，大家买起来，生日会买起来。好啦，那大家要说拜拜咯，谢谢大家陪我度过这个生日，耶！喵喵，你现在就穿好，做好准备就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会好好努力蹲好，准备起跑姿势。好啦，大家拜拜啦，谢谢大家陪我到生日的最后。谢谢谢谢大家，拜拜啦，晚安，拜拜。